再多的知识也不能让你过好这一生。2000年以来，佛教始终在教我们做一件事，明心见性，过好一生。这就是佛教文学的终极命题。这是一个如太平洋一样浩瀚的领域。传统的佛教文学主要由诗词、登录、诵古、民间故事等几部分组成。作为作者，我的水平实在有限，只能在沧海中选取一粟。本课准备以佛教诗词这个佛教文学中的小领域入手，抛砖引玉。即韬光禅师：一山门坐两山门，两寺圆丛一寺分，东见水流西见水，南山云起北山云，前台花发后台见，上界钟声下界闻，遥想悟师行道处，天香桂子落纷纷。这首诗看似简单，但是白居易的这首诗在佛教教理上是一首大诗，值得细讲。这首诗体现就是我们佛教通史31课说的华严的新教理体系，万法圆融体系。我们就直接开始拆诗。第一句：一山门坐两山门，两寺圆丛一寺分。这个两山门指的是杭州西湖的灵隐寺和天竺寺。根据咸淳临安志说，灵山之阴北见之阳是灵隐，灵山之南南见之阳是天竺，这两个寺从一门而入。一山门两山门，两个寺一个寺分，然后紧接着3、4、5、6句全部是对应式的，就是东见水流西见水，南山云起北山云，前台花发后台见，上界钟声下界闻。它打破了唐人七律的一个固有格式，前六句对仗不必重字，一与二，东与西，南与北，前与后，上与下。东边流西边的水，南边起北边的云，后面看前面的花，下面听上面的声，这是什么呢？在概念里，这叫相对数字、相对方位、相对物体，看似是不合逻辑的、矛盾的、相对的，但它们又是统一的。首先是数量相对，位置相对，最后是事物相对。而这种相对和统一的概念，就是华严宗教理里提出来的世事无碍的圆融思想。大家想象一下这首诗的画面感，就是从东开始一直到上界钟声下界闻，它是一个整个连续观察自然环境的过程，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一个长镜头，一镜到底了，不剪辑。这种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在华严宗教理里叫做念念相续，佛教里又管这个叫顾念，也是华严宗的意思。第七句第八句：遥想悟师行道处，天香桂子落纷纷。这是一个真实场景的感时伤怀。所谓天香桂子，是说西湖周边山上多种桂花，相传月亮中有桂花树，所以桂花又叫天香。这首诗我们重点要做一下无解，重点在于佛教诗词三个审美标准里的第三个，就是圆融境界的概念。我们说过佛教诗词有三个审美范式，第三个就是圆融。在佛教哲学的第60课里头，我们说过四大缘起，佛教讲世界四大缘起，华严宗对世界的缘起理论叫做法界缘起。法界的根本特性是什么呢？就是圆融和相续。而白居易这首诗里体现的就是这种圆融观和相续观。在这里，尤其是这首诗，我们要提出一个对高水平禅师的重要评判标准。什么呢？就是要运用大量的
鲜明可感的艺术形象，来表达李氏无爱、李氏圆融的这种审美感悟。这是禅诗和普通诗歌不同的一个地方，不是光有禅意就可以了，它必须有佛理扣在里面，就是李氏无爱、世事无爱。换句话说，佛教诗词好不好，要看它有没有圆融境界。大家对圆融这个词不要妄自生意啊，圆融就是圆滑，不是的。圆融这个词是有定义的，华严宗的思想中圆融概念的定义来自华严经里的一个故事，叫做帝释天之网。天神帝释天的宫殿里呢，挂着很多珍珠网，就是周边挂着很多珍珠网，每个珍珠都映射着像镜子一样反映着其他珍珠的影子，就是说每一个珍珠里都映射着无数其他珍珠的珠影，就像我们去游乐园一样，四面都是镜子，你走到中间就会看到无数个你，每个珠子里都有无数个珠子，这样反映出来的境界就是无穷无尽的法界，呈现出了这种博大圆融的境象，这个叫什么？就叫华严法界。这种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、无穷无尽、互相融合的概念，就是圆融境界。圆融，它是华严的致敬。佛教诗词表达圆融境界的诗，必须要呈现这种重重无尽的、圆融协和的美感特质。可以说，所有的佛教诗词都必须顾念到圆融境这个概念。后面我们会讲到五家七宗的禅师都要考虑这种圆融境的写法。那么在现实世界里，就我们说了圆融，那为什么这首诗里有圆融？那就是我们要看现实世界里什么事情需要圆融。在现实世界里最有代表性的事物是什么？时间与空间。所谓时间上的圆融观，就是我们说的时间不再是单向的了，单向就不圆融。所谓圆融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之间的互相交融，或者说时间从单向的流动要变成双向的、跳跃的时间观。比如佛诗里有大量的，佛教诗词里有大量的这种诗：三冬阳气盛，六月降霜时。六月降霜，这怎么可能？火里寒冰结，杨花九月飞。你看，火里头怎么能有寒冰结？杨花怎么可能九月飞？半夜日头明，日无大三更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把时间上的逻辑不对、逻辑交错交合在一起，让单向时间观变成回护的双向时间观，这就是时间概念上的圆融。那么除了时间的圆融之外，另有代表性的就是空间上的圆融。所谓空间上的圆融，就是要把空间的对立感交合在一起，把空间上相对的事物结合在一起。如何交合？如何结合？那就是典型的东见水流，西见水，南山云起，北山云，前台花发，后台见，上界钟声，下界闻。这就是空间上的圆融，把对立的空间统一整合在一个镜头里了。这样我们就解释完了这几句简单的取景色的诗里，它背后包含的就是华严宗的圆融境概念。还是我常说那句话，我只负责佛教的理论，关于意境、体悟、感动，我不负责，大家自己体会吧。因为该诗背后的佛理比较深，日常总把这首诗当作一句简单的诗，所以我们破例把白居易的诗加到佛诗系统里，作为华严诗系的一种补充。最后就基本介绍完了这个首诗，我们简单的补充一下白居易的一个净土信仰，
因为我们今年会在佛教通史课里头开净土宗。白居易他在杭州的时候，元稹当时任浙东观察使，他们俩人师承元白，共同倡导过新乐府运动。白居易的诗之所以能流传后世，是幸亏有这个好兄弟，因为当时浙东杭州相距不远，元稹家本身是出版商，所以当时他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作品，后来就编成了著名的《白氏长庆集》50卷。死前几年，白居易彻底皈依了净土，将这个《白氏长庆集》的稿费，包括所有的这个钱，全部施于洛阳香山寺。之所以要专门提到他，是因为他所皈依的净土不是西方净土，是弥勒净土。西方净土是弥陀净土，这是两个地方。白居易死时是会昌6年，正值会昌法难的高峰。大家知道会昌法难最高峰是会昌5年，唐武宗会昌6年8月14号，差一天月圆，白居易去世于洛阳，享年75岁，谥号文，葬于洛阳香山寺。在古代，获得文这个谥号是很不容易的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字。后世他的作品现有3套，一套在洛阳圣善寺，一套在庐山东林寺，一套在苏州南禅寺千佛堂。